二康的专题报道，今仔日的主角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。二康一八年选高雄市长选书，到行政院做副院长，透过这届协助控制疫情成功，和家己做一届华丽的势头。真歹势，阮的努力无够，阮辜负着大家。陈其迈深深一鞠躬，二零一八年高雄市长的选战失败，头骨站起来时，已经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重新搁站起。要怎么样能够通往人民的心里我们要追着人民跑。2020年，这新冠病毒疫情拖到全世界，但防疫超前部署，公益出身的陈其迈第一步后变成指挥中心最大的推手。拄到部会需要反向的联系，伊主动斗三工，节省公文往回时间。另外，正当各国引起翠安之乱的时，伊当机立断，家己的翠安家己做，组成翠安国家队。也会再利用这个健保资料库的这个资料的准确性，跟累积的大数据来做分析。我们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好，然后要更好，快，然后又要更快。好，爱国较好，会使买得到，嘛爱方便买。陈其迈加科技正位东方联手，翠安2.0顺利实施。整个网络的预订金流、物流，还有在整个超商的一个贩售，都要每一步位都要精准的到位。一连串的过程，和港籍出身，同款嘛是高雄在地立委有无同款的看法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推手啊，就是我们所有的防疫的。有关于APP， 有关于所有的电脑系统、防疫系统等等的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后英雄。疫情发生之后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他用他的这个专业，然后去作为防疫的这个超前部署，觉得他反而在一八年失利之后在社会上得到更高的声望。讲到高雄市长选举的时，有人讲陈其迈因为无够接地气，即排号网络声量较悬的韩国瑜，可能是摔倒，照都看到伊的不足，陈其迈开始无共款啊。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来。觉得爸爸。流血了，真的流血了。是要转型变成温暖体贴的查甫人，搁有名车办支持者的聚会。人短短几个钟，不追不罢休。没有，这个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这个是乱入闹场的。继续拼，一定有希望。相信高雄，看好未来。为冷面到温暖的查甫人，为落选市长到行政院副院长，陈其迈拢一直提醒高雄，无论是倒位，伊拢挂心故乡。疫情期间，伊认真展现专业，除了证明家己已经走出失败阴影，嘛展现出门执政团队坚强的一面。再一次的要感谢口罩国家队、酒精国家队，